接下来请收看高丽慈悲巡礼韩国弘法行。诸佛正法无来去，唯一情形利众生。自古以来，诸佛菩萨以慈悲为武器，忍辱为力量，遍洒一切慈爱。因此，慈悲心是佛法的根本，即一切德行的基础，更是对一切生命平等的关爱。它不仅开阔了众生的心性，更丰富人们的内涵。若能用行动传播佛法的慈悲、生命的大爱，并能圆满人生的逆境，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慈悲的海涛法师带领诸位法师及居士展开的韩国弘法行，遍洒华语，行程来到了位于光州广域市的光乐寺，参加慈悲烟供、药供、施食超度法会。当地许多的信众都是西家带眷来参加，法会中老少齐聚，使得建筑之朴、规模并不广大的光乐寺内部及屋檐下几乎座无虚席。法会前，湛日法师与几位居士们在山岚弥漫的山壁中挂起五颜六色的风马旗，将原本黄沉沉的山壁在静谧中呈现出庄严祥和的氛围，仿如仙境一般，让诸佛菩萨的慈悲随着山峰的飘荡传送到世界各地的每个角落。法会恭请海涛法师为大众慈悲开示。海涛法师勉励大家每天都要有随喜心，善体世间无常，了悟因果，精进地修持一切的善行，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大乘佛教就按照佛陀告诉阿难的这个施食恶鬼的法门，那传流了两三千年，那在韩国非常好。那各位，你到韩国可能每一个寺庙都有在超度，那个牌位比我们的还漂亮啊！等一下你们的那个彩色的啊，大众的牌位。那这样呢，他们也经常在点蜡烛施食，他们习惯用米跟简单的食物。那至少韩国佛教非常重视往生者的超度啊，所以来这边做烟供有它真实的意义。当然昨天我们参加观音施食法有一点像甘露施食，那我们也希望莲花生大师传下来的这个方法能够在韩国
不断的也延续下来啊，就算他们不能直接烧食物，我们将来也会不断的寄烟供香来，让他们知道用这个烟供药供的甘露香能够上供下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一切。什么叫般若蜜？有成佛的资粮。那要圆满般若蜜有几个条件，念一下：大悲心、成佛的菩提心、不执着的空性、所有的善根回向众生啊。所以各位这次来韩国大布施啊，所有善根回向整个韩国，因为韩国是大乘佛教啊，愿这个大乘佛教弘扬在世界。大众凝神请听法师的开示。由于海涛法师慈祥的言语、精辟的比喻、字字珠玑，深深打动大众的心，令大众感受到佛陀慈爱怀众生、心肠存慈悯的喜悦，使现场洋溢无限的法喜。大众更在海涛法师的慈悲引导下，齐心称念诸佛圣号中，修持妙供、烟供及慈悲施食等庄严仪轨。清脆的梵声如法雨甘霖，每一尊佛及其名号都象征我们凡夫最完美的那一面。当我们向佛陀虔诚礼赞时，就是代表我们降服自己的傲慢、欲望与无明，透过礼拜来降服我们的烦恼心，净化心灵，进而去除众生恶疾乃至无明病痛，使身心常保健康。圆小寺位于光州五等山的北部，是大韩佛教曹熙宗松广寺的分寺，创建年代大约在六世纪初叶，新罗至正王时期，由韩国华严宗初祖圆小大师所建。当初圆小大师来到了五等山，赞叹当地的风景秀丽，而修建的一座小庵。那圆小大师他比较重把佛法带入世间，所以当然最出名的就讲圆小大师为了要到中国去追求佛法，结果在途中啊睡在一个山洞，结果因为很口渴，看到啊洞里面居然有就像那个瓢子，南瓜瓢子，然后里面装了清净的水，好高兴他喝下去。然后呢早上睡醒以后才发觉他拿的瓢是一个死掉人的骨头啊，骨头里面装的这些啊水，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吓了一跳，但是也开悟了。为什么？念一下：万法唯心造，所以晚上看不见，以为那个是一个瓢子清净的水，早上居然是人的骨头，搞不好里面是留下来这些血浆。但是因为心有分别，所以就会怕啊。心没有分别的时候，那、啊、就可以超越一切，所以他就开悟了，就不用到中国了啊。那那个时候的佛教是属于皇宫的佛教啊，那时候佛教都是皇帝大王。但是后来圆小大师有一点被逼还俗啊，因为有一个国王找人算命，他的妹妹是个他的女儿是个寡妇。因为如果圆小大师能够跟他在一起，就可以生出一个很好的儿子，所以就这样设计他啊。那圆小大师就跟以前的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翻译了《华严经》啊，很多大乘的经典，
但是后来被逼还俗啊，然后不但他爸爸是被逼还俗，而剩下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也被逼还俗啊，有男女的情欲。严小大师也大概如此，三天睡在皇宫里面，就这样跟那一位公主产生了关系。后来公主怀孕了，但是严小大师一样离开。那这我想这是个视线啊，但是他没有这一段经验啊，他就不知道把佛法，不了解世间人的苦啊。因为站在禅宗啊，我们出家人啊修苦行啊开悟啊，然后比较不接触众生。那站在大众部啊，很多菩萨都会视线结婚生小孩，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了解世间苦。那严小大师因为啊破戒了。破戒了，但是虽然他太太怀孕了啊，然后呢，他永远不会去看这个小孩子，他要放下啊，然后因为这样，他就没有在皇宫，他变成疯疯癫癫，像济公一样唱歌啊，然后就这样把佛教融入在世间民间呢啊，所以我想佛菩萨会做各种的示现啊，然后呢，这样佛教就变成一种大众修行的方法，有一句话叫“爱在心里，苦难开”啊。菩萨是如此的，不是对哪一个人，是对每一个众生，都是如此。那事实上，圆小大师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然后呢，文殊菩萨的化身。但是每一位佛菩萨都有很大的悲愿，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佛跟菩萨都是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的化现，化现啊。那各位，这也是我们要学的，就像一个演员，你不能光演一个角色，不然你不会出名的。你要各种角色你都能够演得很好啊，戏路要广，那这样你才能够有影响力。那同样的，每一个佛菩萨证的空性啊，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他要像观音菩萨乃至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乃至分身百千亿地藏菩萨，他会做各种的示现，那为了要度各种的众生，那你要融入于世间等等等等啊。所以那文殊菩萨会借着跟众生的缘分跟他结缘，那结缘目的呢念一下，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各种方法导归极乐，要接引众生导归极乐。所以我想，在大乘佛教里面的主殿，特别在韩国就保持了这个传承，放了大部分都是极光殿，就是西方三圣。那导归不管各种法门，希望众生往生净土，因为往生净土保证他将来就不会退转，证得空性。所以我想圆孝大师是一种示现，由持戒而破戒，而由破戒而入世而对众生产生了广大的影响。但是呢，也是海涛法师为大众开示时特别介绍圆孝大师不凡的生平。圆孝寺在历史上饱受战乱之苦，遭受毁坏，而经历过多次重建，在韩战后陆续修复了大雄殿、禅院、寮舍等建筑。然而在最近一次进行大雄殿施工的时候，却意外地挖掘出金铜佛像等32件文物，被指定为光州有形文化遗产。古物的出土可以看出圆孝寺悠久的历史，并映照佛教对韩国深远的影响力。时至今日，圆孝寺沉浸在五等山美丽的风景中，茂林修竹，鸟语啾啾，千余年来一直是广受人们所喜爱的修养地。尤其圆孝寺内悠扬的佛梵钟声是八景之最，起悟时更有韵致。在佛光普照下，大地处处绽放无限的生机。圆孝寺广大庭院中有一座巨型的佛塔，方正的四角外形稳稳地耸立在绿荫盎然的草原上，常有民众来此礼拜绕塔，
以领受佛陀智慧的加持，清净自己的身心。而在圆小寺的佛塔前方，有一座凉亭，题字甘露井。在凉亭内，有一石像抱着葫芦，从葫芦内源源不绝地涌出泉水，水质清凉而甘甜，流布四方，让十方有情皆能获得诸佛法水的洗礼，似乎也在映照圆小大师当初受到泉水启发时，发愿将佛法广布四方的伟大慈悲精神。行程中，继续来到了韩国的名山古刹之一，曹溪宗之发祥地松广寺。在韩国的佛教中啊，认为三个宝，有三个宝贝，佛宝、法宝和僧宝。代表这三个宝贝呢，有三个寺庙：梁山的通透寺、省城的海晏寺，还有我们顺天的松广寺。梁山的通透寺呢，珍藏着释迦牟尼的舍利子，所以我们被称为佛宝寺场。省城的海晏寺呢，那珍藏着八万大藏经，所以我们被称为法宝寺场。我们这个松广寺呢，是在高丽时期呢，有个普照国师。那普照国师呢，以后一共有180年的期间，一共出现了16位国师。在高丽时期的时候，在当时朝鲜时，高丽时期的那个当时，就是国家的国教吧，可以认为是佛教吧。那佛教就认为国家的国教。所以那国师呢，一共是国家的师表，一共出现了16位，所以我们给它称为这儿的僧宝寺场。那我们这儿的僧侣呢，就是宝贝吧。现在我们来的这个松广寺呢，是个曹溪宗的本寺。弘法团经过路旁的下马碑，经过当地义工热心的解说，知道以前信徒如果骑马来松广寺参拜，就必须在此下马。来到这里，就表示松广寺的正门已经在前方不远处。松广寺位于全罗南道顺天市，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古来名僧住习者甚多，以复兴高丽佛教和弘扬正法为宗旨。尤其在韩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支那大师，便是在此展开了名垂千古的定慧结社运动，是韩国佛教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新佛教运动。松广寺与通度寺、海印寺同被称为韩国佛教之三宝，是韩国僧宝的代表佛寺。因高丽时代有16位国师辈出于此，被誉为僧宝众刹，也因此享有盛名。现今仍为韩国禅修代表性的寺院，以及韩国佛教的中心道场之一。迄今寺内还存有韩国国内数量最多的历史文化财产。松广寺于12世纪初扩建，之后历经几次大规模的重建，建筑布局以大雄宝殿为中心，周围错落有致地分布着诸多堂阁，面积甚广。寺内的殿堂楼阁都十分宏伟，庄严肃穆，缭绕着香气，每个角落都是古意盎然。在隐约中传来的木鱼声，伴随着清脆的读经声，继承着古寺僧侣们的专心精进模样，可以感受到虔诚之心。僻处曹溪山密林中的松广寺院，历来高僧辈出，成为高丽修禅之第一道场，禅风风靡天下，诸王崇信。自普照国师支那起，共历代16位住持皆自号国师，成就第一僧宝寺的由来。
寺中的国师殿内供奉这16位国师画像，均为禅门中之佼佼者，寺规极严，风格独特。在松广寺内有一造型独特的皮舍利木草，为松广寺的名物之一，它的大小如一只小船，令人叹为观止。而它的来源则可以追溯1742年时，寺僧们利用倒下的大湖栀子树加工后制成，并流传至今，可以用来盛装僧侣们的饭，据说可以同时装4000人份的米饭。松广寺丛林巨木直耸，景色秀美，与当地自然环境充分融合，景色极为优雅。经过清凉阁，其下有潺潺小溪，是韩国当地信众常造访之名山古刹。参观的信众可以沿着美丽的灵荫山路向前行，体会早期古代修行僧众为播下菩提种而筚路蓝缕、开荒建寺之不易。离开了松广寺后，大众再度回到广乐寺进行慈悲施食法会。在夜幕低垂下，点燃盏盏的灯烛，霎时明亮的灯火照耀佛殿，耀耀生辉，如佛陀的慈光抚慰每一个人的心。修持施食时，大家怀着虔诚的心，用信心和慈爱来替换恶念，用祈求来取代恶言，用礼拜绕塔来代替恶行，自然帮自己远离恶道。所以虽然只是简单的事实，但大家以无私的慈悲心来摄持，并且透过诸佛真言咒力的加持，对所施的众生而言将有极大的利益，大众也因施食的善行而圆满许多功德，世界也将因我们的慈悲而更加祥和。在庄严的施食仪轨中，大众一心虔诵经咒，礼请诸佛菩萨慈悲加倍，并期待仰仗佛恩，长养悲智善根，借以超见有缘，普利幽冥，并将不可限量之功德利益回向十方法界，行大布施。如同在韩国的每个行程里，佛子们在法师们的带领下进行朝圣、绕塔、点灯、施食、发菩提心，每到一处名山古刹，皆在累积无数成佛的功德和资粮，并珍惜当下的每一个情境，精进的修持，也愿佛法带来的光明如同普照的太阳，照亮人间，照亮希望，使这一方的众生证得无颠倒的圣意。
在一片碧蓝天空下，舒爽的春风越过绿油油的大地，如佛陀垂下双手轻抚万物，唤醒无垠的盎然生机。穿越过层层林木后，来到了静谧又温馨的坎顶护生园，位于屏东县淳朴的坎顶偏乡，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在这占地约六分六的净土上，养育着许多的无命，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生命们。放眼望去，整个坎顶护生园区内，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绿池边，有的在池旁梳理羽翼或互相嬉戏，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可爱的大白兔们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更激发其活动力。来到狗儿们的活动区，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此区除了有成犬外，还有不足六个月的幼犬，以及出生不到三周嗷嗷待哺的狗仔们。猪舍里贪吃的猪只们大口吃的满嘴都是，不亦乐乎。动物们徜徉在舒适安乐的氛围，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天地有爱，人间有情。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并维持园区的运作，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而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护生园，动物们的桃花源。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我们念七佛如来，佛成佛了，你念他的名号，他的本愿功德就展现。特别的七尊佛，所有地狱鬼道畜生道听到了，消除三恶道，我们人类听到了，断除三恶道的因，而得到了各种的福报。多宝如来会让你很有福报，很有钱，断除千贪，消除贫穷。宝胜如来消除业障，来世升天啊。妙色身如来消除丑陋，外表庄严。广博身如来身材高大，喉咙打开。离部位如来不会怕了，特别恶鬼不会怕了。甘露王如来听闻佛法啊，得到甘露。阿弥陀如来业障消除，得生净土。所以大家为所有父母众生祈求七佛如来加持，脱离三恶道。
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如果不积极地做这样的努力，内心将会依然固我，或变得更糟糕，嗔心慢心更高张，更贪婪，更不满足。所有的暴力就是这样发生的。所谓智慧，就只是去觉知真相。迷信、幻觉和许多不必要的邪见，在我们的内心翻腾，好比沸腾的滚水，只会带来伤害，让我们不得安宁。禅修是超脱困境万无一失之道，学会平息烦恼，让沸腾的心冷静下来，就是善用机会，免除困境和不安乐的因。五毒烦恼：无明、嗔心、贪心、嫉妒、见吝之中的任何一种升起时，要视之为超俗智慧彻底清净的心。一，当强烈的贪欲升起时，只要专注在贪欲的本质，思维贪欲是佛清净圣行中超俗的妙观察智，是法身的化现。关照一切烦恼都真有清净的自性，烦恼自然会止息。二，这种禅修甚至只做片刻之久，五毒烦恼便会消失，你在心事上所留下的积极习气，终究会成熟为佛超熟的智慧。调伏自己的心是佛陀教法的精髓，基本的方法是禅修。一，尽管我们能够在一生当中承办其他许多事情，却很难提升自己的心。面临困境时，内心的反应就如同先前对禅修一无所知时一样，心烦意乱、不满、发怒。二，这种现象会发生，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下功夫修行，关照内心，尤其最重要的是调伏自己的心。假如调伏内心一直是我们主修的功课，年复一年，月复一月，甚至日复一日，我们的心必定早已升华了。只要因缘具足，勤于禅修，
修心，内心一定会有精进。何不把握当下的机会，运用佛法来享受生命？我们禅修修行佛法，终极的目标是为每一位有情带来安乐，从今起乃至尽未来际。修行的深意在于带给一切有情安乐，知道他们解脱生死轮回，止息一切困境和苦难。贪欲，贪欲看似享乐，其实只会带来苦。当你的内心被强烈的贪欲盘踞，会造成干扰，使你无法看清真相。贪欲把它的对境夸大为恒常、真实、自信、存在的好，而且执着这样的表象。渲染外境的优点，把它安立为好的之后，外境看起来好像从他自己方面就是好的，令你心生贪执。贪执那个被你夸张的表象，使你受到蒙蔽，无法看透外境究竟的本质。发生这种情况时，切勿再着眼于外境，你所贪求的人或物，应当反观你自己的心。把注意的对象从外在，你所幻想出来的外境，扭转到内在，产生幻觉的心本身。切勿再缘念外境，应当反观攀缘外境的心。甚至当下做这个简单的禅修，情况就能立刻改观，先前难以克制的贪欲，顿然变成有被过之的可能。内心开始有空间审视自己，以及贪欲境真正的本质。甚至只是这么禅修片刻，就能够开始节制，调伏贪求的心，让它平息下来的。贪得无厌的心是造成紧张压力的主因。放下贪欲不是损失，你并没有损失任何东西。其实当你放下苦，就会获得内在的安详和甚深的满足。随顺欲望是为了获得满足，这是值得努力以赴的目标。你想要获得满足也没有错，但是方法错了，只会导致不满足。
顺欲望是不可能获得满足，你继续再随顺欲望还是一样得不到满足。之后你又再去尝试，结果还是不满足，贪执微小的感官娱乐造成障碍，使你得不到究竟的大安乐。佛法教导你应当放弃欲望，听起来好像是在告诉你要放弃安乐，并非如此。如果你曾经真正深刻地检视贪欲和贪欲的对境，就会明白，虽然这些看似乐事，其实你无法从中找到真正的欢乐。贪欲有如刀刃上的锋利，看似享乐，其实只会带来苦。断除贪欲并非要把所有的安乐都断除，其实舍离贪欲正是为自己打开唯一可能迈向真正安乐之道。或许你还没有体验过这种真正的安乐，才会错把贪欲所含藏的维系苦当作真正的安乐。一旦你领悟到舍离自私心和贪欲所带来的无量利益，就会明白这种舍离其实是可喜的行为。在还没有完全明白舍离贪欲的利益之前，内心往往有两派在斗争，贪欲派和智慧派。你必须站在其中的一边，支持贪欲派，不如选择支持佛法的智慧。这个简单的动作，相当于选择真理而不选择幻觉。轮回的欢乐无疑是新鲜的，只是更多的苦。轮回的欢乐必须依赖外在的东西，纯粹是苦。一个困境才止息，另一个困境已经开始了，只是还微笑，所以被称为乐。我们投射欢乐的表象，而且信以为真。我们把不堪忍受的轮回等于看成是繁茂优美的花园，那终究是一场幻觉。转念，只因不懂得转念的道理，痛苦的情绪或记忆才会造成困境。如果你不记得或不运用转念的方法，痛苦的情绪或记忆只会带来痛苦。但是如果你懂得运用正确的工具，转念的工具，这些烦恼
痛苦的问题出现的越多，反而可以修得越多，转逆缘为道用。把整个生命和整个心契入佛法的心髓，确实是可能的。一，每当你遭遇困境，思维我是在代表其他一切友情经历这个困境。与其让其他无数人经历它，不如由我自己独自承担，好让其他每一个人都能够解除困境。二，这种利他的心态能够消除一直存在你内心的困境因，从而止息困境。本着这种心态经历困境，不但能够令自己内心安乐，而且能够裨益其他友情。如果你的困境能够利益其他友情，当然也会利益你自己。三，一切都看你如何运用自己的心。只想爱惜自己是一切障碍之门，无私地爱惜其他友情，甚至仅是一位友情，是一切安乐之门。既然自己生病了，何不怀着利他心来体验病痛？二，既然自己蒙受损失，何不怀着利他心来体验损失？三，既然自己历尽艰辛，何不怀着利他心体验艰辛？四，既然自己遭逢人际的问题，何不怀着利他心去体验它？五，既然自己必定会死，何不连死亡都怀着利他心去体验它？哪有比这更安乐、更有意义的人生？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为了回馈社会，关怀弱势族群，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即积极地协助青海学生弃养学童、中辍生就学、生活及品德教育，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济贫发放、急难救助、老弱病苦、单亲家庭、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累积福慧资粮，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身心健康、平安吉祥。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援助弱势众族群，同离忧患常安乐。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以命报恩，无怨无悔。毛毛原本是一只流浪猫，李先生第一次发现它的时候是在住家大楼的楼梯间里，当时天正下着大雨，而那时还很小的毛毛浑身湿漉漉地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好大的雨啊。原来是一只流浪猫啊，这么小就被人丢弃了，真是可怜。那只小猫可怜的目光让李先生不忍离去，于是他决定将那只小猫带回家收养。小家伙，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家吗？走吧。李先生一家人都非常喜欢这只小猫，尤其是李先生的女儿，她帮这只小猫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毛毛。毛毛，你现在是我们家的一员了，我就是你的姐姐，你要乖乖的，知道吗？毛毛真乖。毛毛，小丽，这是你给她取的名字吗？是呀，怎么样，很好听吧？这个名字不错，以后毛毛就是我们家的成员了。毛毛的到来为李先生家增添了许多乐趣，他温顺可爱，从来也不会用爪子乱抓家里的家具。啊，老婆，你快来看呐，毛毛竟然会帮我拿拖鞋。毛毛会做的事情可多了呢，有时候我说想看报纸了，他就会帮我把报纸叼来。毛毛简直太聪明了，你发现没有，他从来不会像别的猫咪那样老是用爪子抓家里的家具沙发的。听你这么一说，想想还真是这样啊，我们家的毛毛可真懂事呢。转眼间到了第二年的夏天，这天的天气特别的炎热，热到让李先生一家人的情绪都有些烦躁，连毛毛也显得焦躁不安，整天喵喵的叫个不停，还把家里新买的书桌给抓出了道道爪痕。这是什么鬼天气呀，快热死了。可不是吗，现在才六月啊，怎么就热成这个样子了？毛毛，自己玩去吧，这么热的天我不想抱你了。毛毛，别再叫了，这么热的天本来就让人心烦，你还在那边叫个不停，去别的地方玩，这么热的天别靠着我。咦，那是什么声音？好像是从女儿房间里传来的。啊！该死的毛毛，我们刚买的书桌被你抓成什么样子了？别跑，你还跑？你看你干的好事。毛毛，你别跑，今天我非把你扔出去不可。不行啊，妈妈，你怎么可以把毛毛扔出去呢？
你看，毛毛把我们新买给你的书桌都抓花了。好了，老婆，别生气了，我想一定是今天太热了，毛毛觉得有些烦躁才会去抓书桌的。是啊，妈妈，我们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更何况是毛毛呢，你就饶他一次吧，好不好啊？哎，好吧。毛毛，妈妈已经原谅你了，你过来吧，没事了。毛毛，我告诉你，这次就先饶了你，如果下次你再敢乱抓东西，我就把你扔出去。毛毛，以后你可不能再这样调皮了，你看你把我的新书桌都抓坏了。当天晚上，李先生的女儿和平常一样和毛毛一起入睡，然而到了半夜，突然从女儿房里传来了她的惨叫声。啊，好痛哦，爸爸妈妈，你们快来啊。怎么回事？好像是小丽的声音。李先生和太太推开女儿的房门后，看到女儿苹果似的脸上多了几条长长的爪痕，而枕头旁毛毛正在那里喵喵的狂叫。小丽，这是怎么回事啊？妈妈，毛毛，毛毛他抓我。啊，你这只该死的猫，快快抓住他，今天我非打死他不可。还想跑，看我不打死你才怪。算了了，看来他是不想留在我们家了，我们就放他走，随他去吧。你走吧，以后别再回来了。可是没想到，已经来到门外的毛毛竟然突然朝李先生的腿上抓了一把。哎呀，好痛，血一下子就流了出来。该死的猫，我好心收留了你，你竟然恩将仇报，看我今天不打死你才怪。这只猫疯了，今天非打死它不可。李先生一家人追着毛毛，只见毛毛在楼梯转角处叫着，并不立刻逃跑，似乎是故意在惹他们生气。你别得意，等我抓到你，一定让你好看的。李先生一家人从楼上追到楼下，再从楼下追到小巷里，而毛毛则跑跑停停，不时回头挑衅一番，但总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爸爸妈妈，我跑不动了。算了，别追了，让他去吧，我们自认倒霉了。我也跑不动了，我们回去吧。可是正当李先生一家人垂头丧气地往回走时，毛毛竟然又冲了过来，并朝着李太太的小腿狠狠地抓了一下。哎呀，该死的猫，今天真的是不打死你誓不罢休。没多久，李先生一家人追到了大街上，这时毛毛终于精疲力尽，气喘吁吁地瘫倒在路边。我看你这次往哪里跑。愤怒的李太太狠狠地将砖头砸向毛毛，毛毛连哼都没哼一声就被砸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天边突然闪过一道蓝色闪电，接着脚下晃动不已，随后便是轰隆隆巨响，路边的房屋一栋栋倒塌，尘土飞扬。不好了，是地震，发生地震了，快蹲下。啊，是毛毛，是毛毛救了我们，他感觉到将要发生地震，所以才想尽办法把我们从家里引了出来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呢？原来你是要救我们啊。